要为各位观众咧系介绍一曲系双平侯嘅对唱曲，亦都系婉薇女士嘅作品《君臣肝胆》，要和勾践身罪教训，而且时常系长遮短叹，而范蠡咧亦都系时加劝解，同佢讲不要忘记有复国之心，好一对患难君臣。为我哋演绎越王勾践就系杜汶娴小姐演绎演绎越王勾践系杜汶娴小姐，演绎范蠡系王慧萍小姐。其实应该头先讲啱啊，就听错咗自己。好啦，唔阻大家欣赏《君臣肝胆》，请出两位。月光还难到
朝思萬念，恐江山重入主門。他結坤啊，成那湯，文王幾有理，一朝斷有用之躯，大王更应。
还是少伯，你先用也罢。唉，咁又何苦呢？大王啊！君啊，王不尽善啊，臣之不敢参，又怕机已长，难你来Yeah.
你可有良谋啊？伤咗孤王，归国犯啊！好啦，待微臣起一课易卦，且看卦象。好啊！前途如千马船，云也如难，明月当天照，但人未退，纵仍是有迷雾还。勾践默默，暗讨于天，但如笑。有急唱啊，没能还。卦象是在力坚，大路云山见啊青山。莫非孤王劫运，仍未减急空如何？你要仔细参，常言道披极太耐，九转星移，张达间春来便冬退，此乃天理循环。咁然则孤王还要待到何时啊？火差近日偶然风寒患，穷通变化就在此一关。大王啊，你必须前往殷勤，将病探啊重要。范大夫，你因何欲言又止啊？仲要亲为上分，祝其遭遇薄欢啊！嘿，夫差上分冇错，我呸！难堪其此大辱，宁愿深入鬼门关。囚笼亦备受国人白眼，若此事扬传于外，孤何以立足在世间？因欲蒙羞，应有限，此身啊，其实已露颜，何堪选尽尊严，徒交世人。此难堪，此事万万不能。大王啊，能忍其辱，是惹其难。周文王食此辱，心更啊惨。中王莫得纣王放虎。一分钟坐进禅，玉兔大事抛收眼，倘若错过良
你从